有找到什么吗，冤猴行者？没必要就不要。守则七，背叛是必然的，即使是最亲近你的人，特别是最亲近你的人。现在我们知道有凡人能够离开这里，我突然觉得我的情况，该怎么说呢？有点令人妒忌。而我的集团对嫉妒的处理方式并不友善，多年前派我来的人，现在却还持续想派刺客来解决我。要是你在暗影之境遇到我的集团派来的人，千万不要相信他们。如果他们发现你是我的交易伙伴，我猜他们很可能会对你动手，以妨碍我的行动。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，伙伴，直到我们生命的火焰熄灭为止。总之，千万别背叛我。你的到来预告了胜利，带领我们进攻堡垒。末日降临，月梅女士，能麻烦你掩护我们进入堡垒吗？简单，除非我们想要，否则没人能看见我们。时间恐怕不多，我们必须马上阻止这一切。我虽然红颜，依然会注重亲爱的塔宾斯。我们要尽力救人。茶香几乎让我能够继续忍受。失去当心脚步。把握机会，享受混乱吧。下一个抓紧。瑞文崔斯和亚登矿业携手合作，就算炎狱之主的手下再强大，也不是对手。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大，越大就越容易打中。炼魂塔是我们的了，为了暗影之境。快打断！you
用顾忌，有话直说。欢迎勇敢的灵魂。不要回头。欢迎你。寻道而行。猿猴行者，这是我的荣幸。特出级。你说，我在听。不投降就受死。不要回头。晋升者，飞上天空吧，为得生灵宝。让正义如雨水般净化这片大地。机会来了，把那个丑陋的怪物打成碎块。没有必要。我们要净化你的污染，动手。猿猴行者，你展现了十足的勇气，我们会继续战斗。这些武器都有经过实战测试，你一定会喜欢我的东西。现在可不是闲聊的好时机。有什么命令吗？准备出击，肉身会消失，荣耀却是永恒。你是谁？你很有名吗？武器可不会自己打人。祝你一战成名。有什么消息啊？我在前面跟你还有大家会合，猿猴行者，愿使命指引我们。武斗士梅维斯下令部队守住宝库四周，直到猿猴行者带塔加兰回来。你总算来了，我们赶紧搞定吧，我可不想在猿猴多待任何一刻。我知道骸骨公家，宝库一旦开启，你就可以马上离开了。与使命同行。有好多事情要大声点。那就去吧，你负责战斗，我负责维修，越快能回家看我的熔炉就越好。修这个花不了多少时间，你好好保护我，别害我被冤使者杀掉。
我们在上面会合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你有话要说吗？有什么消息啊？与使命同行，讯息我重组完成了。开始播报。我的五大家族啊，是统御者。要是我的怀疑属实，我的符印即将面临险境，我得把它藏进你的宝库，无论如何都要确保它的安全。要是祖瓦尔取得五个符印，就再也无法阻止他。阻止他什么？后面的讯息呢？我们只有这些。要是能找回更多记录，我就能重组出更多统御者的讯息。有好多事情要学习。七路守卫者先回歇息地，你在那边会很安全。所以统御者离开了马卓萨斯，来到科西亚，他一定猜到了炎狱之主要逃脱的企图。似乎如此。要是能找回更多记录，或许就能从中找到答案。统御者失踪以后，马卓萨斯陷入混乱，整个暗影之境也是，我们一定得找到他。要是他去挑战炎狱之主，可能已经什么都不剩了。再说一次，什么都不剩的就是你，懂吗？我懂。真古啊！胡说八道，我们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，只是还缺了几根耐用的骨头。什么？骨头？我记得你。保重。你又弄坏什么了？帮我找骨头，我来做钩枪和固定器，我们马上就能到对面了。绝对不能发生。即使把我的符印锁在这里，恐怕也无法。要铸造什么吗？拿好你的武器，我会继续用。又一个片段，统御者之前也提过这个墓穴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？或是他在哪里吗？墓穴是不能说的秘密，对盟友也是。哼，果然是玄秘守卫者。修理并不满意，但还算堪用。我们回去找塔加兰吧。有新的要求吗？我才不做修理工。有什么消息啊？有好多事情要学习。世盟联军还在阻止冤世者攻破宝库，我们得快点。
猿猴行者，我们在附近备好了残翼兽，他会送你回宝库旁的前哨营地。准备开始仪式吧。打开了，猿猴行者，快来！就算受损了，宝库还是如此壮观，对吧？没时间参观了，我们得赶紧拿走符印。可是我应该可以带走几个宝物吧？立刻打开宝库！哎，好好好，知道了，符印优先，其他文物再等等。宝库要开了，符印是炎月之主的，我们不会让主人失望。是统御者的，统御者已经死了，他的符印一定会落入炎月之主手里。玄秘守卫者可不会就此屈服。快打断！那就大开杀戒吧！快打断！加上一道魔法封印，甚至连祖瓦尔都无法。
这就是全部的讯息了，冤火行者，拿作符印吧。我认不出符印上绑定的魔法，也许福塔跟大领主会知道。如此丰沛的知识，我们要这样放弃吗？没办法，符印更重要，带我们离开这里。好的，我可以打开返回守卫者歇息地的传送门，希望还有机会回到这里。符印上的魔法，猿猴行者是不是有点熟悉呢？这很像你为托加斯的符科师恢复的记忆，要是你带去给他，说不定他知道要如何解开符印。托加斯，我不同意，这等于是把符印送到炎狱之主手上。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。猿猴行者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会确保这个符科师的修复够水准。就这么做吧，祝二位好运。这就是符科师，看起来不怎么样嘛。我只能想起我想起来了，托加斯的灵魄能量强化你，缠住他的部队，我能想办法逃出去。你的符印迟早是我的。不，我会反抗到底。
们属于你们的，兄弟，好好看清楚。你们用统御之力束缚了，现在它变成我的武器了。我会誓死反抗到最后一刻。要是你杀了我，你就永远拿不到我的武艺。不，还有别的办法。百丈之刃。要是失败，之后还会有人需要福柯氏的记忆，我会在这里留下一个迹象来帮助他们。有受困，这就是祖娃儿为我们安排的未来。走吧，该告诉所有师盟我回来了。很荣幸能与你并肩作战，统御者，但你的符印已被夺走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人有事必须到祖瓦尔的地盘对抗他，但你也明白，我们总是要为意外状况做好万全准备。各个势盟确实变强了，但仍不完整，每个势盟都得牢记他们的使命，找到自己的未来。等时机成熟，我们就能打造新的符印，要是攻击失败，就会需要符印来追击祖瓦尔。大领主，通报你在奥瑞博斯的盟友，务必不计代价守住审断者的符印。猿猴行者，等我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。愿命运眷顾我们。战争一触即发，势盟必须齐心抗敌。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。多谢你的惠顾，这些商品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所有商品都能出价，我很乐意效劳。我叫雅尔达里，一个小小的古物收藏家，我是来提供你工作机会的。
索商集团的索利亚在寻找一个危险的文物，他失败的话对我们都比较好。亚商集团感谢你的帮助。能得到你的注意，我非常荣幸。亚商集团会避免插手他人事务，这全都是为了保护生意，我相信你能明白。我在听，请说。有人看到你跟雅尔达利一起，给你个忠告，你最好慎选朋友，还有慎选敌人。这些商品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为你效力。我们的死亡让其他人得以生存，幸会。我们完成生者所不能。暗刃骑士团，我不能攻击他。看你想怎么谈价钱。那是索商集团的财产。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，小集团可没办法给我们什么好处。不管亚商集团和索商集团在争什么，哼，都跟我们无关。我是专业的，相信我。祝你梦。塔扎维雪是个难以抵达的城市。不过深夜市集应该有人可以帮你踏上这段旅程。看来你只用最上等的好货，期待你。非常感谢你的协助，正如你所见，我现在忙不过来。这些商品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记住，万物。看来我们得动用武力了。我很期待你大显身手。东西会飞？我从走私商人那边拿到了蓝图，我来看看。
按下按钮。按钮刚刚不是这样说的。按下按钮，拉其中一个控制杆，按钮，快按按钮，所有商品都能出价，现在时机正好。得提醒你一下，我在塔扎维许不太受欢迎，但别担心，我有办法跟在你旁边又不被认出来。我们在船上见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祝你发大财。我到了吗？到底是有什么事？非本地居民都要接受规定的海关检查。我们必须进去处理一件重要的事，方便破例一次吗？非本地居民都要接受规定的海关检查。好吧，海关就是这样。猿猴行者，跟我来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改用另一个计划。你需要向导吗？需要什么就说一声。